谢谢气球口味录里的圆梦选票跟购物券，谢谢洛里。气球口味的，我上次是说气球口味吗？气球口味，好可爱的名字，气球口味。嗯，我有预感，我等下应该他们留言应该很精彩。谢谢温温我的拍拍手，天哪！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知道在工厂？嗯，公公，嗯，嗯嗯，对，我设了8:30闹钟，结果9:30才起来。我直接无视了那个闹钟声，完全，天哪！糟了，糟了，糟了！怎么逃？都已经过了。哇！对不起，你们会跑去密我本那个啦，官方账号啦。哎，等一下，这个对我来说是……我拖什么了？很乱吗？我现在吃东西只是因为就是。因为来不及弄晚餐，然后我就随便塞了一点东西。差点要请爵哥报警协寻，为什么？对啊，为什么？我今天其实我刚早上我刚惊醒的时候，我就看到爵哥密我，为什么？括号。看起来就是刚睡醒，还敢睡过头了。终于播了，洛璃，让我开个机好不好？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刚很惊恐，他说为什么？怎么现在写的是9:30，不是8:30？快播！赖群大爆炸，就根本没有人关心我。赖群就那个温红玉不知道播今天吗？然后就说你应该记错了吧？他还没播哎、欸，结果是不是你们记错，是我过头了。回过头，你知道大家怕你初四吗？那过年的时候还要再初四一次，没有啦，开玩笑，初四怕无归期，就说其实他被 ban 掉，只是官方没发通知这样，没有啊，无归期，他以为你怎么了？原来是睡过头，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人有这么有一个前面有这个案例，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说我有总有一天也会这样子，说什么可能下次就是一个小时吃播干嘛，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等一下再我们的主题。对啊，摸摸晚安，我想摸摸应该没有敢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有察觉到。刚刚赖群真的爆炸啊！真的不是刚不是说没有这么在剧没有人在讲这件事情，天哪！有的说先去洗澡，你等等再玩游戏哦。我不会，我现在脑袋还没开机，我也不玩游戏，我觉得我反应应该会比平常再慢100倍吧。所以让我吃了加工食品来洗一下我的脑袋。加工食品就是好吃。今天还没来。然后就今天，我也不知道，好好吃哦。好好吃，那我等下要吃晚餐。谢谢花生的告白气球，谢谢花生。天哪，欧乐 B 说一看就是什么。不是，那个是乌诺讲的。哇，
大家知道别问我，你们之前玩到底是谁打谐音的，但我想要谐音。我头发有梳过耶，看起来很毛吗？算了，好像没办法成功的伪装说啊、哦，其实我刚刚是路上塞车啦，哈哈哈哈，所以才玩直播哟。好像装不了齁，装不了了。谢谢小翔的守护，守护会长，原来你也记得今天要开，别嘴啦，别嘴啦，我觉得我在这一个小时内都要被嘴。你还没有开上面一遍，就最好听得出来。你们直播听起来不都是我的声音吗？嗯，我看。谢谢洛里的小黛比带入你的，这是什么？好可爱哦，虎装风格。哼哼，洛里尝试要让我清醒，很明显好吗？那是因为你们了解我啊，如果不了解我的会觉得哦，我原本就是如此的状态，如此毛躁的一个人。好啦，我是一个蛮毛躁的人，其实本来要呛爆你，吃到这么我没有绿哥刚已经，我发现你们市场还没有来，已经两个了嘛，然后剩下两个到时候又会跟上了，对，嗯，爸爸来了，拜拜，晚安。他说幸好不是睡到十点半，睡到十点半我就真的，我觉得我手机里讯息应该就不止绝歌的，你要开播啦，不是走这个而已。然后我还穿着我的睡衣嘛，这个是慧香吗？谢谢慧香的十一月守护徽章，我还穿着睡衣。然后梳着头发，擦着口红，就赶快上播，不然我一定，嗯，我的头天汪汪美的，这是什么披头散？你这是上次我被帽子被戳破的时候的表情吗？看起来很恐怖哎、欸，好好吃哦，这酝酿很久，结果公司还没找我。公司没有找我，这是一个好像没有被发现的节奏。嗯，如果被发现了，我可能就要被罚了。天哪！嗯，还以为你生病了，没有，小熊熊，没有，我现在头好壮壮的，还是一个很饥饿的我。我在讲什么？我不记得我在讲，我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让我开一个机，开一个十分钟。嗯，嗯，慢出去了多好。哎、欸，我想去生个晚餐来，不然吃这个当晚餐，一点饱足感都没有，只会越吃越多而已。我加热我的晚餐，我这晚餐好像要加热，好好吃，我顶不下来。等我一下，然后你今天要进行我们的游戏时间。嗯，我先去热了，然后大概三分钟好吧，一二三，三分钟，现在42分，45分，44，45去看一下，不然我怕等一下灶咖烧起来。还有定时，我有定三分钟，不过应该我不知道会不会乖乖停，上次好像没有乖乖停，所以我大概回个几句我就跑去。
后来我以为有改时间，我没有跟到，没有，是我的睡眠时间改时间没有。我这样睡多少？七点半哦，七点半睡到九点半，两个小时哎，这样什么长口内炎？什么东西？我刚才在看天空。波喜说，本来想说熊妹下播可以无缝接轨，她不是已经要休息了？她不是已经要休息了吗？怎么还会有她的直播？我又播接了。特优晚安，特优小翔晚安。那个脸就是睡过头，刚睡醒的脸。你们也很有经验哦，不然怎么会知道？是不是很长？是不是很长睡过头？花生啊、哦，花生急了，刚刚的告白气球，然后换给我，谢谢花生。吃那么多火气粽，小心长口，你给它长啊，那就给它长。现在这发型蛮好看的哦，对嘛？刚才你们还说我的头发看起来很毛躁，事实证明其实是好看的毛躁，哈哈。竟然睡，我有设闹钟，我设了八点半的闹钟，然后谁知道醒来的时候就看来就是欠你呛我，我也不会不睡过头。我是说今天啦，来不及了，一切都为时已晚啊。哭啊！然后我等一下要准备一下那个你画我猜的环节。我突然觉得我今天晚上睡这两个小时就蛮够的，怎么会这样？我以为你不开了。其实，如果再晚一点的话，我就应该就被发现，所以还是不能不开的，会被发现的。那时候手机已经满满的炸弹信息，对，就是炸弹，对，拆炸弹喽，哦。谢谢特优说慢慢来没关系。那个在那个茫茫的文字海里面看到一句温情的话，那下面都是还敢迟到啊，哈，迟到，我以为今天不开了。今天不要怪我们，我们今天也没有什么值得跨日的东西啊，就只有玩游戏跨日不太可能，因为我不可能一折一折都念。我的意思是玩游戏的环节啦，对不对？等等，我的留言，你觉得 LOL 电影推吗？是说那影集奥数吗？超推的，你应该去看，因为他目前只出四集而已吧，我记得下个月才我在讲下个月才出，再出个四集，总共不知道几集去了，蛮值得的，很值得，就算没有玩 LOL 的也可以去看，因为你不会不懂他都演什么，哦，没错，所以看看。害我把工作赶快忙完，赶回家等开播，结果赶回家等到的是，翁同勋呢？听到的是这个。我晚餐都还没吃，结果我吃到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大方的去吃你的晚餐，然后再等主播开播。一般来讲啊，如果我没有发现实动态，或是就你们可以去看叫什么现实动态系列的，如果没有发，代表说我一定会开。只是如果没有在时间上的话，就是睡过头之类的吧，或者是有其他原因。洋芋片真的是爆好吃的加工食物，真的。洋芋片系列的都好吃，我还没遇过不好吃的洋芋片。所以，而且那东西真的很邪恶，它热量超高，可是却没有任何饱足感。好，饼干都这样，饼干我在讲废话，饼干就这样子。嗨，嗡嗡想你了，晴天晚安。我又吃加工食品了，我还睡过头。天哪，你还记得你有 IG？ 哎呦，我的 IG 可能卖给其他人了。为什么对不起我们？我把它删掉。阿贝，我今天我觉得应该是你刚好看到我的开播就上来，没有注意到时间，我晚了一个小时。睡过头了，我要去看我的饭，我要去看我的饭饭了。I'm a crazy girl, alright。OK， 就是刚好好了，刚好好了的。
加巴杜纳。对，我忘记是八点啊！你就突然发现，哎，很正常啊，前面一个数字不对而已，对不对？夜归渣男，这个人 ID 太好笑了。夜归渣男，醒来了哦，用手摸你的额头，摸你的头发，很有既视感，那种好像刚刚被叫醒的感觉。我是被现实给叫醒啊，要求我，谢谢柠檬的购物心跟晴天的告白气球，咖喱饭不能搅在一起了，这不是咖喱饭，它哪里像咖喱饭了？哪有人咖喱饭这个颜色的？哦，有啦，日本咖喱，嗯，是肉酱粥，肉酱粥，这是素颜哦。老实说，我这几次上课我都是素颜，然后就是擦个口红，哎，你不觉得感觉根本是一样吗？跟之前都一样，你可以比对一下，就一样。同须你好，假口红王子你好，不然我现在这个头贴也不错嘛，看一下，怎么刚好眼睛被遮住了？你也是很会挑，很会解哦。我来看一眼。我对不起你们，然后搞在眼睛上面吗？头熏口红颜色好好看，其实我今天的口红也有没有什么涂晕啊，也来不太及。哎，为什么都是这个？都是韩国系列，好像不是这么刚好。随便一个。嗯。我突然想听这首。The first. 想听这个。等一下。嗯。珊珊来了。三场已经聚了三个了。哎。我觉得好像都没有他的羽毛哎。为什么这样？等你吃了我再给你剧本，今天的剧本也飞，你有哪一天的剧本不细腻你告诉我，我每次都说今天的剧本我觉得很棒哦。谢谢狗狗的心儿生活，狗狗来了，这是狗狗今天跨日跨定了，我看今天要到几点，我先播半，我们播半个小时，我们先讲，我们播半个小时，然后反正到时候也会延播嘛，然后就大概播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就很完美，然后完美。今天上班就先放着了，你慢慢吃，不要噎着。哎，小达居然没有发现，女猫最近太忙了，我们也一整天没有看到她。你们应该是在那个吧群组里面，就哎最近在干嘛，或是上班偷她薪水在里面回一下留言这样。原来你迟到是为了吃饼干啊？那我可以为了吃饼干而不上播，你知道吗，小梁？知道吗？嗯。红心迟到没关系，有开就好。这真的就是一个证明，就是我还安全的这样，我还安全的，只是那个安全抱的比较晚而已，啊。一直刷 IG， 一直在怀疑是不是错过什么讯息，对不起。苦笑的我。确认人没事，大家可以开始。我决定我要先吃饭度过这一盒，当作没看到。对不起，我没有看到，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要先忙吧，我没有啦，看不到。我还以为忘记开了，没有，你不是第一个这样认为的人。看一下，哎，题目做得很好哎，比如说。那个人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正确哦，如果有缺席的话，我一定会在那个 IG 上发限动。对，我曾经也有过那种比较晚来，就是发的比较晚，可能在8:29发出了我今天不播的讯息。那我要把特效给综合一下。
现在这个发型蛮好看，这样子吗？啊，不是，每周一样，都一样。把你跳一次，一秒一秒约好完整版补唱。我其实还没有学完整版呢，我只学了副歌而已，然后还有一些小的动作，这首歌还没有正式的被交给选拔以外的成员。如果会跳的话，那应该是他们有跟选拔成员学的，真的不错看。你应该是模模糊糊的把它按掉，我觉得是，我没有，我完全没有任何感觉，我按掉我也没有反应，就是我没有记得这件事情。比如说八点半的闹钟醒来直接播，没错，我每一次跟你们见面的时候都是差不多这样，会先睡个一下，或是会设8:25的闹钟之类的。李佳乐说别长久这样啦，你看，留言呢，作息还是要，其实我跟你们讲，那个一家在 recept 上面讲那个蝙蝠是以前的生活形态，现在怎么可能？现在如果真的白天有要工作干啥的，你觉得有可能吗？有可能早上在睡，然后早上去工作吗？这个是超人吧？这连一般那种不睡，就是可能睡3个小时就饱的人，就也不太可能会做这种事情，所以。睡这么久可以，别讲啦，波西，别说啦。看来只能开到早上6点了。如果开到早上6点，也没几个人可以跟。那我开个毛啊！我开个毛线啊！开个毛！不要想说还年轻，要趁年轻养好习惯。林佳乐，你这是什么长辈的发言？谢谢体悟，刚是体悟吗？我刚刚看了那个卷，甩了2下。这人素颜这样算体质不错啦，没有，我跟你讲，这个特效可以遮盖出大约60%的缺点，就是脸部的缺点，所以你们看到我是优化过多的脸，所以不然你看那么多人直播怎么都长那么漂亮干嘛？就是素颜也漂亮什么？那应该我觉得可能一半一半，有可能是因为特效带给他的。世界第一。你有种就开到6点，我肯定跟你聊。上次我就说，我开到早上，你就说，哦，对不起，我今天不行哦，我什么，我今天真的很累，我觉得我想先下线，我要早点下线呢。这是个皮在痒的发言。阿北说，奥数开头几集不错，他就只有三集吧，还是几集？目前真的好看哎，就是不输外面的影集，所以什么被截到？谢谢失业兔的眼睛也这样重。失业兔好久的名字，我买 LINE 贴图没？什么贴图？你不会要跟我讲我们公司出了什么贴图，然后结果我又错过了什么之类的吗？46分了，你是不是问号？等你开播一开咯，就看到奥数 skin 开卖吗？奥数 skin 现在开卖吗？是今天吗？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买阿吉的、啊，吉银科斯的，我太爱他，但是我觉得。吉银科斯会被骂爆，现在只播了3集，然后下面我那时候11月7号开播那一天，我就直接看了，我就追影集，然后我就看完之后就去看了 PTT， 然后就我没点开 PTT， 我就心里想说，你看阿吉是不是会被骂惨了，因为他实在太雷了在里面，结果呢一打开 PTT， 果不其然呢，真是不友善的。从你口中把洋芋片偷，你说十米吗？你要十米吗？天哪，明明是这么正常的一句话，被我讲好恶心。乐乐说：“我洗完澡了。”乐乐乐是难得今天有空我记得你上次说今天难得休假对，不休假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忙。浩浩之哭，浩浩之哭。乐乐洗澡也洗太，其实你要想乐乐，我会读到乐乐的留言是15分钟前的事情了嘛，现在57分。没有，我快20分钟前的事情了。你先吃啊，不要一直回。可是留言就是这么多啊，我不回，它就是一直积着我会一次把它吃完，大概5分钟。我吃东西是很快，所以还可以。
哦，很好吃，只有五分钟。留言其实很少，我划了一下，呛你都呛完了。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看着我眼前的那碗饭，我倒心想，等到他那碗吃完之后，我就开始了我的机关枪。所以这碗吃完就是我的刑期到的时候哦。我刚刚录了一个尾巴，本聊天室话多的人真的不多吗？没有，我觉得是要看时机，现在因为还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发疯一点，他们是 看话题来聊天的，要么现在就是一个哦，好了好了，放过你啦，然后就等着看我要讲些什么或者宣布一些什么事情。但能像乌鹿一样吵的，我相信应该没 有能出一个的话，我就觉得很让人头痛了。天哪，哎呦，过敏就用黄色欧治鼻舒敏，不同于口服抗组织胺，可预防加舒缓鼻子过敏症状，24小时长效，不嗜睡，欧治鼻舒敏。欧治鼻舒敏，它前面很像一首歌，哎，哒哒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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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首叫什么来着？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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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代码还是什么青山什么码的？很像哎，前面超像的。你说对，就那首歌，前面那首歌真的是好像，是吗？是那首歌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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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像啊！五分钟都吃完，超快的、啊。我先来贴剧本，把你吃完了。没错，哎，我要讲什么？我记得我也是极限操作啊，好像是因为午休吧，那时候睡比较晚，就是我今天那时候真的实在是太累了，我就先睡一下，想说留30分钟去吃饭干嘛，然后发现我是有睡过头，睡到剩15分钟，那意味着我只有15分钟可以买餐加吃加回去的时间，然后我就在走下去，然后到了一家面馆之类，之后坐下来，然后点了一碗干面。我只花了7分钟吃完它，整碗90块的干面，好贵，有点贵，不过分量的话还行。我觉得我的胃长牙齿，你知道吗？应该是这样讲，我的胃都长牙齿了。
这我记得是爱你真的好辛苦的，真的怀念这首吗？还是你在说青山黛玛那个？OK， 这首吗？你不觉得很像吗？前面几乎一样哎，超像了，天然的马赛克熊赞，这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听到马赛克在你家的口中讲起来，就是会引人遐想。贴完剧本，我看到剧本应该也是很下面的事情，很后来的事情，我真的有一大段没有听到，没有回到。衣服小心，衣服会漏吗？这件衣服会漏吗？我要穿一件外套哎。听到安安带豆花就知道是30块了，什么意思？怎么？为什么你会知道安安的消息？我的形象已经变成开玩笑的了，好，但一半认真一半开玩笑。认真的是对你的认真，但是话是开玩笑的。是爱你真的好痛苦啦，喜欢你。上面写喜欢你真的好痛苦，这首歌听起来很开心哎，你怎么会是歌名怎么会这么痛苦的感觉？换另外一首，嘿，谢谢。超大的，你有看到啊？当然了，我等一下一定要打。我头脑不行了。反正就是那一系列，反正就是那首歌叫做喜欢你真的很喜欢真的很痛苦，你对喜欢你真的很痛苦，好像是很长的一首。好，我接受刚刚的剪刀手姿势电到你，很容易被电到哎、欸！你怎么样？我只要做任何事情都会电到你，你太沉迷于我了，米迦勒。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单身那么好大一段时间的原因，就是因为被我。我是你的五沙鸡，也是你的天使，又要用这个梗。谢谢乐乐的分享直播间。晴天说我错过了9点以前好多半价的礼物，半价你是说浪的礼物是不是？那你们可以省一下，说不定之后还会有。谢谢晴天的幸运四叶草。饭不趁热吃，我现在看到我就花了5分钟把那个刚刚已经还是很热的饭吃完。对，我的桃花营养都被你吸这边啦，我的营养都在这一边，这叫下巴。你们都知道那个下巴是积桃花的地方，我们以前学生时期都会互偷桃花，就在那边看到两个女人在那边是互摸下巴，超白痴的，说你的桃花是我的。小熊熊说看公布公演日期有空再往下看，结果这一次没。对，我那时候听到也很震惊，想说你的笑容你的一举一动都是我所有的记忆，那你这样子记其他以外的东西就是在说谎所以你不能记我以外的东西，是这样子吗？我可以理解成这样子吗？对，这一次我觉得很可惜这个现在公演其实算一算也才3次还不到4次，很短。不然我真的觉得其实线上公演可以保留着，反正就是我觉得要福利一些海外的粉丝之类的，因为毕竟 TP 不是只有真的 TP。我错了，啵啵，你又来，你又要去哪里了？没线上，狗狗，你是台湾人吗？还是你是哪里人？如果是啊，有可能是在外县市的朋友，对不对？不可能。我先骑车挂听啦，等等见。你现在怎么那么晚才要骑车啊？我都已经快下播了。米迦勒说这礼拜烦心的事爆多，问我今天又迟到。对不起，我知道这件事有算在你要爆炸的事件里面吗？有包括在里面吗？你说是事情烦心，可是事情爆多，应该是因为上一次礼拜。礼拜二你跟我讲的那一些，然后加上你最近又遇到这两天又遇到更奇怪的事情了之类的。乐乐说没线上啊，不对，我这个月本来就没有时间看，这个月吗？反正到明年到 reset 还有卖票的那一天，还卖票结束那一天正式熄灯的时候，
都还来得及，但是我应该还是不会这么快吧，我想应该不会这么快。很会睡的人很幸福啊，多睡眠身体才会好，但是我就不喜欢睡觉，不知道为什么晚上就精神很好。翁姐晚安。哇，傅伟好久不见，傅伟终于有空来看了呀。小熊熊也是吗？还是你是也是比较浅眠的？我发现好像很多人都很难好好的睡觉，然后我是睡太多，所以如果我们这种两种性质的人综合一下就是完美。发型我喜欢啊，这个特效不冷，你不喜欢这个天使不喜欢吗？那我换一个。我洗澡去递卡，递什么卡？是要递什么卡？房卡吗？你的房卡要给我是不是？然后我带到床进去。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皮卡，皮卡皮皮皮卡皮卡。没有更好的，其实。这个好了。吼，说谁呢？说谁呢？这个是哪一个 part 的留言呢？我其实已经忘记了，金鱼了。果然波接那个是上次我真的很累，今天我拿命跟你拼吗？哦，那对不起啊，那我今天不行。只要你说很累的时候，我就要跟你说，乌诺，我们今天来跨日吧。然后精神好的时候就跟你说，哦，乌诺，我今天不太行了，我觉得我身体好像，我觉得我好像要生病了，我有点发烧，我有点鼻子有点痒痒，哦，我觉得我好像要感冒了，装病大王。换一首。My job is to make college easy. 对啊，你们公司的贴图没有？对不起，我贴图都买很奇怪的贴图，这种太正常的贴图我就不会买，就不会买。你居然不知道不知道公司有出贴图吗？嗯，对，你们告诉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假设如果贴图摆在我面前的话，我其实也不见得会买。因为实用性的问题，或是也可以传到我们群组里面啊，其实可以传到我们群组里面啊，可是大家都一样，这个不好玩。荷包君还在投胎中，这次公演先说声抱歉，我可能都没有办法看嘛，没关系，老话一句，公演还有继续卖票的一天，都还有机会可以看，除非他有提早跟你说哦 ，reset 要在什么时候正式。退出剧场啊，就没有要表演了之类的，除非啦，好不好？除非剧要打穿，你们才要担心。童勋天生丽质啊，从第一次直播到现在皮肤很好，那是因为特效哦。我掌柜都没拍不出来啊，你看有的话也拍不出来。这是什么僵尸腮红？这个美肤实在强到一个很神奇耶、欸。这边有一个抓痒的抓痕，然后就这样吧，看不太明显，不是明显。大家怕你噎着、嗯。骨头说：“我今天吃到一种谷物叫红梨，配饭还不错。”怎么会突然多出一个新粉丝叫骨头？骨头跟狗狗是一起的吗？你们两个是好朋友是不是？我合理怀疑是，因为狗狗它的头贴，它的那个符号也是一只狗。狗的头，然后名字叫狗狗，所以你们一定是好朋友，而且都是最近才一起进来的，所以海洋公公，你是不是也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一定是，如果我不提的话，他们应该也不会告诉我这件事情了。红梨不是那个吗？就是我是说，嗡嗡今天的发型很好看，这个特效布了，特效布了是就是不要特效比较好看的意思啊，是吗？你真好棒！我是说，哎、欸，我刚刚讲什么？红梨是那个，你们知道？重要的不是我是全家有出啊，全差有出健身便当，什么烤多蛋白便当跟肉多多便当，然后它里面好像就用红梨的一点点、一点点红梨的成分在里面。有一只可爱的狗狗，特效不了啦，不了，这特效不了，什么意思？特效不了，我怎么听都是一种意思而已啊。不了，面对未知的困境，也要继续前进。语言教会我。对啊，对，想想对啊，
居然吗？还是我没转过来？塔瓦哥是彩虹勾勾哎、欸，塔瓦哥彩虹勾勾出来了，塔瓦哥晚安。但是为什么你进来的时候是彩勾勾，然后刚进来的时候又是红勾勾？怪了，是什么奇怪的 bug？ 健康便当超贵，可是健康便当我觉得你要避开。健康便当要避开，就是商业区，就是一堆上班族会跑去全家买一些餐的时候，因为然后有时候上班族要讲求健身，所以那些看起来很咸的东西就会被放在旁边，就是等到它被弃者。通常什么健康餐、健身餐都会被拿光光，就是你可以到一个比如说都是老人的地方，或是都是小孩的地方，那边的全餐。应该就很有几率会被放到七折，是七折吧？我记得。哇塞！提屋在黄金转盘中获得3344的浪花的白马王子，是吧？刚刚是谁呀、啊？谁飘过去了？5512508说鼻子过敏有比较好了吗？有，现在没有在一直揉鼻子，就是还没开始，还没发作。但我觉得它即将要，我眼睛好痒哦，突然眼睛很痒，那就是鼻子在作怪喽。5512508今天没有发现，你有发现吗？你好像没发现哎、欸，还是因为你来晚的关系。好可怕的 YT 过敏广告都出，他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侦测到我一直哈啾哈啾，或者在手机前面一直哈啾哈啾才会这样子、欸，对不对？谢谢肥肥的超级购物星，我看代码没错，敢问这到底是甜还咸的？我看起来有一种就是甜的感觉。你说刚刚那个像红豆粥吗？没有，它是咸的，就是简单的把肉酱加进稀饭里，然后打散开，让它散开，看起来就像刚刚那样子。当然卖相不会太好咯，是不是？而且这个是岳母的心意耶，你们确定要这样讲吗？粥是甜的，我有点没有办法接受。你一定没有吃过小米粥加砂糖，你加了去那个青州小菜店，你可以去点一碗小米粥，里面跟他要一碗汤，把它拌开来，其实很好吃，你试试看，就是一种甜汤的概念，而且又很经济实惠。骨头说这谷物粥应该是，这不是谷物，它就是稀饭加肉酱，这么简单，没有，真的没有加其他东西，看起来就很简单，对，很简单。几个月前也 fit UVer World 的单曲，什么？你说刚刚那个我播的很久以前的歌吗？因为我们还真的等你起床才弄吃的，没有，他其实在晚餐时间就已经被煮好了，然后我实在太累，我就去睡一下，所以顺序应该是他先煮好，但是我先去睡觉这样。你还敢提安安啊？你还敢提周家安啊？哎，安安他最近新的那个森林风格的照片你们有看了吗？因为我那时候问他说要帮他 po 照片，但好像你有先问他了，所以你去帮他 po 了，我记得是，我看看，上次翁下台中去找安结果败兴而归，这次换安突袭要偷偷去台北找翁，这上台北前安就先买台中有名的豆花要给我，台中有名的都要给翁跟岳母，偷偷得到了翁家按了门铃，又打开，这门到底是没锁，这个太容易闯空门了吧，傻眼，这个不符合逻辑，我要驳回。安就小心翼翼走进翁家，谢谢中影的我来签到，准备要给翁翁惊喜，结果翁看到安突然就很兴奋大喊周家湾怎么会来，安就被翁的声音吓到，豆花就整个掉在地上，翁就跟岳母一起大喊我的豆花30块。应该是要安安讲才对吧，要安安说吧，安安就因为被吓得不知所措，马上转手刀奔回台中，留下一脸错愕的翁与岳母在原地傻眼吗？这个也太夸张长，你一天比一天长哎、欸。奔回台中太浮夸，查查你那个乌诺每次产剧本的时候，你们都不会先阅，就是先看过吗？还是说他都会在直播的时候才打出来？看，好哟，这次的剧本简单多了，比上次的还要再简单一点点。
上次实在太荒谬了，开始演出，演戏，我要按上升，按上升。我刚好会台北，我要找一下莫同勋好了。这好像是莫同勋的家哎，好像没有人。哦，没有关吗？哎，这个好像是窝窝内裤哎。门怎么自己打开了？应该可以进去吧？我妈，莫同勋，嗨！我刚刚回来台北，就是想说来看你一下。这是我打给你们的台中很有名的豆花，给你们吃。周家娃，你怎么会在这边？你不是要考试吗？你不是要去读书吗？你怎么在这边？很贵、欸、啊！我的豆花30块，不止30块。好烂啊！不止30块就跑掉了，实在是太荒谬了。谢谢绿哥的眼睛业障重，跟店长的眼睛业障重。Love is beautiful pain。它是英文的原本是吗？谢谢茶茶的掌声鼓励。它原本哦，原本是英文的。谢谢气球口味的洛丽。为什么是气球口味？我上次是说气球口味吗？那这次叫什么？这次叫肉酱佐洛丽。哎呀，不要，好奇怪，听起来有点让我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叫非加工食品洛梨，洛梨加工食品，洛梨加工食品，我最喜欢加工食品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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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太夸张了，这是谁想的剧本啊？你还敢讲啊？你上次想的那个大腿超最恐怖，好不好？每日烧饭1:1，然后高级豆花撒满地1:1。然后最重要的是安安还没有亲就跑掉了，还没有亲就跑掉了，你这个死小孩！看看，哎，居然，等一下，我的留言要往上滑5下，往5下才看到，哎，等一下，留在我身，对，你们听听看，真的好像哦。留在我身边，酒是这一个。噔噔噔，米加勒太容易被电了，肯定是小智。今天也很难剪的样子，我要加油了，因为很多那种就是太多空白的东西了，要我自己自由发挥，让它填补，看起来不会这么无聊。你根本就在整绿哥，你给我剧本不是在整我，因为我演的人很轻松，我随便怎么演都可以。但是绿哥剪的很辛苦哎、欸，应该要怪乌诺哦。乌诺，好好想剧本啊哈，你这剧本不 OK 耶？你看看绿哥剪成这样子，就是剪到一个不知道要怎么剪的，那实在是编剧的问题了啊，编剧的问题。这台估计要变成迷音台了吧？那是因为主播也喜欢迷音，所以满满的迷音就是来自于我吸收的那些不营养的养分。谢谢。品涵的声音的确很让人酥麻，米加啦，原来如此，难怪你看草，我看到你们的对话，你不要以为你们两个对话我看不到。我每次都有询问绿哥的意见啊，我看他也没有想插手的意思，他就想说哦啦，我大乌诺，他说什么都好，我只要负责剪就好了。就没想到剧本不好，剪的也会很辛苦，哈哈哈哈哈哈，乌诺，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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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笑死！算了吧，公司怎么可能永久加？不可能是永久，因为很腻啊。嗡嗡，波接网路30块吗？我想现在波接网路应该不值30块吧。就是我现在如果跟中插电信，跟他说、我想要波接网路，
他就会给我一台废弃的波接盒，说来这个给你，这个不用钱，不用钱。我也不能去公演，你们这次怎么都不能来公演啊？这么刚好，你要确定呢、欸，要确定呢、欸，要确定。没有线上真的很，所以你们其实都是线上派的咯。其实在现场真的，如果有时间可以来看看啊，因为我觉得现场的那个气氛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前提是要抽到不错位。这边在山顶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你们是会觉得在线上看比较值得，还是在现场的公演，可是是超级无敌后面看不到人的那种。我应该可以去，这一次要喊爆小，不会啊，我不会理你们。上次有人喊什么师姐，我就没有理他啦，你就继续喊我以外的人，好，谢谢。我这次要跟绿哥喊爆哦，所以你不信你们会来是吗？哎，这样讲我搞得好像想抢票，但是没法在山顶看线。我记得你们之前讲过啊，那么意义大在哪里？你这样就要买两张票哎，那你不如邀请你一个好朋友一起看线上公演，或是一起看实体公演。看一下线上真的都能吸收到海外粉。送的小鸡蹦蹦，东粉来了，东粉没有发现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太棒了。对，没错，所以线上公演拔掉我真的有点不解啦，我不知道公司应该有公司自己的做法吧。我会觉得说海外粉丝还是要让你们有一种就是保有新鲜的概念，就是物以稀为贵，看少次，但接下来就没有卖线上票，所以他们就会更格外珍惜他们前几次看 reset 公演的记忆之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乱讲了。我超容易睡的，因为最近都超级忙，超级看你要怎么念前座的口白吗？我没有说我要跳前座，我什么时候我说我要跳前座了？奇怪欸，不要害。最近都超忙超忙，那你还跟我说你要跟我跨日到六点，你是早死是不是？哈，理工屋诺。健康便当超刚看过的吗？这两个明明不同意思，但别拘泥了嘛。我还真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他们对我来说，你说了或了的意思对我来说好像都一样。不聊不了，不聊不了，对啊，没有，在这句话里面听起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还是因为我国文造诣不好，所以不健康的才好吃，真的不健康的任何食物，照理来说应该都会好吃，但是我现在也是从一个超级不健康的人，包括作息都改回稍微跟正常人有点回到正常人类的生活。不然以前是什么化学科学怪人，以前是科学怪人都吃化学制品这样。八宝粥不是这个啊，你们刚刚在看粥是不是？那一碗八宝粥会让我想要呕吐物，先不要。特效不了的动词，特效是个动词哦，特效不了，特效啊，原来如此，对哦，可以可以。我刚刚突然转不过来，我脑筋卡死了。对，大家哦，哇哦，所以是称赞我的意思哎，我可能被嘴习惯了，都感受不到你们想要称赞我的意味，直接忽视掉了那句话的可能性。原来是没搞懂这，对，我觉得是动词问题，不是不聊的问题。我的特效一直把它当成名词在用，可恶。有看到超鲜的啊，有看到是不是？所以我就不用帮他发咯。会先看过然后笑死。今天的剧本完美的融合了台湾经典迷因与对爱吃豆花的安安之呼。他喜欢吃豆花吗？我也喜欢啊，我喜欢豆花的程度应该不输他。你还记得我之前每一个那阵子上播时间都吃一碗豆花，我已经好久没有叫他了，不知道等一下有没有开，可以581一下啊，581，汪汪内裤是什么啊？内裤，哦，你说，你们一定是听错了，
波喜说汪汪怎么不是先怀疑安安怎么进家里的，因为呢这个剧本本来就不合理，所以我们要让他演的像就是 导演上面写的标注一样，就是如此的不合理 OK 就是跟什么偶像剧一样，任何事情都是不合理的事情。女主角总是会轻易的就是撞到男主角，然后跌在地上一起捡文件，总是会在就是莫名其妙的时间遇上彼此，或是他们原本是死对头，然后后来居然变成天生一对，变成一对欢喜冤家。 Oh my god，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偶像剧，谢谢。刚刚去抽到刚刚看抽到庆功见面会的名单，看到一个欧圈圈，不自觉的想到欧乐 B 是正常的吗？那一定就是欧乐 B， 因为我记得粉丝圈里面只有一个欧乐 B， 没有其他条欧乐 B， 其他都是其他厂牌的。哎，对，我们要玩游戏，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我们要玩那个什么，你画我猜。你画我猜的题目，你画我猜，这一次呢，我要来采用上次你们跟我说的限时，就是倒数几秒钟，倒数15秒，怎么样？描述倒数计时器，倒数计时器画一个，我觉得如果是十秒钟或15秒钟的话，应该就不能画太难，不然你们一定看不懂是什么东西，要猜老半天。OK， 今天设几秒钟？设20秒，15秒好了，15秒比较好笑，15秒，设15秒。我稍微看一下你们的留言。晴天说我看不到公演了，哭哭吹一个旅游泡泡吧，自己打包，然后你就在泡泡里面旅行，然后飞到台湾来跟我相聚，哇哇，我真棒，这一切的幻想都太美好了。居然是幻想吗？自从看过线上之后，觉得没好位置就线上了，结果不好意思，官方直接给你拔掉买线上的这个机会，所以你们还是就只好老实的来看了。去啊，为什么不去？为了看翁的前座。为什么你会觉得我要跳前座啊？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我要跳？我有发现哦，你一开我就进来了嘛。真的吗？所以那个时候515058你有包，就是包括在那一群追我的人当中咯。我刚是不是没开机，我一张脸都有点模糊了其实。对不起。现场都是赌运气，海外粉丝在哭。对，那你们这样怎么办？你们这个月就只好看那个什么论坛上面都是怎么形容我们的，用空幻想的。应该说在卖线上票之前，你们都怎么度过这一段时间的？就是比如说你知道，比如说我们要公演，可是我却看不到，所以你们会怎么办？这样好空虚哦，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很无助，就是怎么办？为什么我现在不在台湾或干嘛的？我会这样想。我是觉得没有线上就单纯票房无法撑起那个收益，什么？但倒是可以每个月或一季支援一次线上公演，这样能减缓票房的递减效应吗？我也觉得其实卖线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是请那个摄影团队，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应该都赚，所以可能觉得没有必要了吧，或是疫情的关系，因为他本来就是为了疫情所设计的公演，就是线上的东西，但现在在台湾啦，至少疫情应该没有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想要省事之类。我不知道哦，我没有，我不是不代表官方，我只在猜而已。不然我也觉得现在公演干嘛拔，就是直接就是跟到明年也没关系。这样，这个公演撞我要去研习，再见了大家。你是刚好撞 B Bell Flower 是不是？484，看看哦。我指的是线上，哎，
岳母听到了吗？你们居然都没在留言了吗？你们是为了想要玩游戏是不是？想玩游戏是吧？而且这个时间我看到上面的热度就知道，应该不是大家所有人都还没进来，不是所有人，就是认识的，好像有一些可能还在忙的关系。我指的是线上转播的票房，好，也还是要付钱给 KK 吗？哦，对耶，哎，对耶 ，KK Tix 嘛，对不对？我记得是这个东西，所以说不定是没有赚啊，或是觉得哦，好像没有到效益很好，比想象中还要再不赚一点，还是继续维持现况，维持现在的叫什么实体公演就好了。我们现在来玩你画我猜的环节，大家准备好了吗？因为我发现留言已经没了，太神奇了吧！太神奇了吧！耶！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要来翻转一下。阿内，好哟 ，OK，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始喽！我刚刚走开了一下，没关系，现在正式要来了，好哦，就不要今天参与率很低。我现在准备了，我现在画题目了，看一下哦，倒数。15秒，开始。结束。咕咕咕，有听到声音吗？咕咕咕。OK， 好，来哦。这个让你们猜，5、4、3、2、1，这个是什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15秒很有限。小梁为什么不猜？这样的话就让那些人获胜哎、欸，这样子不好吧？这一次的礼物是什么？我等一下要先跟你们说，我都忘记要跟你们讲礼物的事情了。吐痰吗？吐痰，好、啊、算对。其实我看到的题目是随地吐痰，所以是古早味拿下1分，耶、yeah! ！这个是水温题目，可以吧？可以吧 ？OK， 古早味1分，古早味这次有加入战局，我觉得你们试炒1分都别想拿了，1分都别想拿了。对了，我先跟你们讲一下，这一次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都来看公演啦。好了，我就看一下，如果两个，一个是给有来看公演的人，另外一个是给没有看公演的人。但给没有看公演的人，我还没有想到礼物是什么。但给看公演的人，他的如果他是获胜者的话呢，他可以指定我在公演上做一个动作。如果你有来看的话，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你的位置在哪里，我就对那个地方比，怎么样？不错吧？不错吧？这个很不错吧？古早味1分，你真的不是灵魂画手。如果看公演的人坐在山顶上咧，那还是有来看公演，我就看着山顶，比如说他是左山顶还是右山顶，我就我是干嘛之类的，这样算是一个不错的，就是你可以让我做任意动作，当然是不能那种太不雅了，太不雅的话我当然是我是很可以啊，可是我在线上在现场上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我会被抓走，我会被带走。好哟，下一题，我不是灵魂画手。第二题即将开始，5、4、3、2、1。20秒了，还有接下来第二题，我不懂我在画什么东西。来，5、4、3、2、1，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公鸡叫不是？大不是，差很多，一
个不是不是上弹不是悲原子 ，no 不是，它不是，它是一句成语吗？应该算是吧，对，它算是一句成语。沉思者不是，是成语，成语。邱天文怎么样啦？真的。好不好？对，阿北，对阿北，坐井观天，对对对对对对 ，Oh my god， 阿北是天才，阿北是这个游戏的天才，天哪，你居然看得出来，十五秒太短了，坐井观天，没错，我们的阿北，哎呀，李乌诺，你别想赢了啦，我看这个大家今天来势汹汹，大家都做好了准备要来猜这个题目，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要先想一下没有来看公演的人要给他什么样的奖励好不好。嗯，没有看，我原本想说可以在握手会上，可是不见得那个人有买握手券，所以不见得那个人有填，所以好像要在直播上能完成的事情，对不对？要在直播上做一个，好啦，我知道了，在直播上对你做某 A 某 A Q， 而且是那一种很偶像感的。我为什么要这样搞自己嘞？就是像我们上一次在公演上玩那个游戏，然后因为刚好那时候我没有做魔一魔一 Q， 我非常的庆幸。然后这一次的话就是专门对你一个人做魔一魔一 Q， 好不好？啊，好恶心！突然觉得起鸡皮疙瘩，我满头，我的头皮发麻，头皮发麻。TP 毕卡索，谢谢，太抬举我了。啊，嗯。第三题要画什么好？第三题，第三题叫什么？要不要难一点的？好，下一题，第三题哦，准备15秒，哎，秒数在哪里？好哟，5、4、3、2、1。第三题，猜得到的人加两分，加两分，这一题比较难一点，加两分。好的哟，下一题，5、4、3、2、1，刚刚那个不难啊，你猜得出来就不难啊。这一题要先提示几个字，这是三个字，这个是三个字，没错，这个是联想题吗？三个字，起床了，不是一句话。真的有这东西，它是个名词，好不好？三个字，你跟我说熊妹睡过头 ，Hello， 三个字，熊抱不是睡过头，不是，不用飘米家啊，不是欧乐 B， 不用挑，郑余威，那为什么郑余威旁边要有一个闹钟？可以告诉我吗？不是闹钟响，不是，是名词。不对，不是这熊孩子，不是冬粉。哎，新朋友加入战局的冬粉，它是名词。陈时中为什么会有熊？告诉我，真的比较难。再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来一点音乐好了，来一点紧张的音乐，紧张音乐。哎，然后偏离了。哦，你脸上好多森哦！你脸上好多森哦！大笨哇！今天猜中哎，傻眼！为什么你知道？对，就是大笨钟，大笨。熊跟钟，所以是大笨钟，好扯哦！
太夸张了，居然猜得到。晴天时代是真的是灵魂灵，这个什么心有灵犀一点一点零一点零，晴天领先一分，想不到吧？晴天两分 ，OK。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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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笑鼠。结果零分才，你还说你今天想获胜，我看你不用赢了。上次赢这么多，这次应该换一下别人了。下一个，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它只有15秒时间，所以我只好在15秒之间画出一个最容易让人家懂的。好，下一题15秒。我是看着题目的、哦，来，简单的，三二一。三个字，53-21，就是要这么紧张，15秒这样才有挑战力，就是要让这个话看起来不合理一点，你们才会猜比较久啊，对不对？苏贞昌不是，可我走头发 ，Hello， 如果是苏贞昌的话，我应该会画冲冲，我会写冲冲冲吧，冲冲冲。不是，三个字，你们都讲得很类似，但是不是科学家的话，我应该会画很多烧瓶之类，我不知道。你来乱到小梁，不是光明顶，不是光头，我不是。这哪里像啦？你讲的都是有头发的，马克。我们群组里面说，我要把它PO到群组里面，截图，不要截图，截不到，截图好很好，我就烂不是，徐熙媛不是，秃头男不是，韩国瑜不是，跟政治没有半点毛关系，谢谢。对啊，他们都讲一些奇怪名，头发很多的政治人物。没有，这边不谈政治，所以不会有政治人物的出现。夹子红老师，所以你心目中的夹子红老师是不是人物？他不是人物，这三个字是，我讲太明显了，他算是个地点，好不好？地点，谢谢阿翔的教学，地点，快点，地点，对，阿北，郭子乾也有头发。是在 Hello， 你们可以讲一点，就是头发少一点的政治人物，听起来会比较合理一点，谢谢哦。地中海，请问有很难吗？以我这个逻辑，你看看阿北，他已经要变成乌诺接班人了，他要变成查查接班人了。查查上次不是智囊，你们智囊团的头头吗？阿北嘛，阿北再度一分。他真的是地中海就是那样，我不是说地点，然后又配上那个头，不是地中海是哪里？你告诉我他要哪里？哪里是这样子的吗？对吧？好喔、哦，被比战了，没关系，刚刚那个只为了让他那个头看起来不要这么恐怖一点点，我才画的。哎呦，接下来就是第几题？第三题对不对？第四题。第四题要猜什么？第四题，第四题，我想一想，这音乐好吵。我找不到，简单的，给你们简单的好了，简单的，真的简单的，简单的哦，来。准备哦，准备，5、4、3、2、1，
结束。这个是什么？哎，怎么你们开始猜了？我倒没看到哎。啊，我刚刚没遮到吗？我没有遮到吗？不是棉花糖，不是棉花糖，不是棉花糖，是四个字，四个字。题目简单，你画的不简，我只有十五秒哎，只有十五秒，应该很难把它画到很到位吧？除非我是画家哦。天哪，四个字，放弃治疗，不会有这么难的题目出现，好不好？哎，对，鸡毛掸子，鸡毛掸子是古早味先的，古早味鸡毛掸子，这个哎很像吧，对吧？这个可能不用花我十五秒，五秒就可以画完它了。古早味，古早味，今天很想拿到冠军哦。为什么今天大家都没什么冲劲的感觉？还是因为我真的画得太难了？还是我真的画太难了？古早味再一分，你们现在都两分哎，两分两分，现在来追分时间好了，不然我觉得你们会蛮绝望的。再一个加两分的，再一个加两分，难一些些的，难一些些。的笔好像要没水，换一支比较水的。我的笔，我爸。有没有难一些的题目啊？难一些的，好像没有哎、欸，都还行。OK， 我们来一个联想题，十五秒好不好？十五秒真的很短，所以我现在要极限的操作了。来哦，五四三二一，好不好？你们准备好手速，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没有到很难。联想题，联想题，差不多吧，差不多。哪一题？明明每一题画的都很对，在位置上，好不好？而且十五秒我也不能干嘛？来啊、哦，五、四、三、二，哎，这是什么？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不是啦，不是，心中有些心如刀割，我又吓到，干嘛？的确拉想你要加入战局吗？这题两分哦，两分可以追上他们。哎、欸，波波猜对了，请问什么叫波波？有人胸部有毛，不毛之地，我应该画其他地方。这一题叫做胸无点墨，乐乐猜对了，乐乐。啦，生物点墨，太聪明了，居然有人猜得出来，真的不愧是乐乐乐师。乌诺，你还没有猜到半题，你每天都跟我说难，为什么？请问试问难的话，为什么他们可以在短短的一分钟内都猜出来呢？是吧？乐乐乐师，一二两分，两分两分。然后我们等一下最后一题会给大家一个大加分时间，所以呢？所以不用担心，千万不要放弃每一次的希望。接下来要回到常规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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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题。好，下一题简单的，简单的，来哦，倒数计时，五，我看到你的留言了，晴天，三、二、一。
个勾勾，十五秒哦，结束。来哦，这一次这个题目是四个字。对，乐乐，只要是那种难猜，你都猜得出来，简单的你反而猜不出来，因为你把它想难了。接下来这一个题目是四个字，五、四、三、二、一。这个是什么？四个字。很难吗 ？Hello， 公园的烂地，我怀疑你今天是来乱的。你今天的答案都搞笑的吧？铁扇公主，对，老公你想难了，羽扇纶巾不是羽扇纶巾，是铁扇公主晴天，再次抓下一分。你们是真的觉得很难是不是？很难的话，我再出一个真的更简单一题，好不好？更简单的，还是因为我现在上天视角、上帝视角，所以觉得出什么都很简单。公主十五秒，我要怎么画？你告诉我啦！谢谢阿北跟洛璃的掌声鼓励。来，我再真的给你们一题很简单，再猜不到的话，我真的拿你们没辙了，好不好？拿你们没辙。这一题，再猜不到。就直接往那个右上面按叉叉，好不好？右上按叉叉，来，十五秒，这个大概几秒钟完成了，请大家手速好吗？手速，追分用一分，五四三二一。简单的。猜不到可以砍掉重练，好不好？来，这一题算送分题，给你们追分用。来，五四三二一。要紧张的音乐，小梁紧张。对，我会时不时给你们送分题，好不好？兔子，第一个是谁？第一个是乐乐，哎，你们的手没有乐乐乐失快哦，你们男生要检讨一下哦。意图要开黄腔，乐乐失，再获一分。来，这一题呢？我相信现在应该很多人都觉得很绝望，对不对？没关系，这一题加三分，好不好？这一题加三分，接下来这一题，所以你们现在准备好动动你们的脑袋。我可以先跟你们说三个字。三个字。好，五四三二。咦，这题真的难，这题真的难。三个字哦，好不好？三个字，准备好了没？五、四、三、二、一。哒啦啦哒哒哒哒，这是什么？三个字，讲出来！哎，不要慌张，这个很好猜，不是柯文哲，不是政治人物。再次强调，不是政治人物，他的特点在哪里？哎，特点。谁的膝盖外侧没？我的膝盖外侧没，不是 ，yes。小梁，恭喜邓嘉华 ，yes， 就是嘉华啦，就。FBI 帅哥。我真的很喜欢你，你知道吗？高雄人。谢谢洛璃的
鼓励嘉华，可爱的嘉华。嘉华，这个小梁获得3分，想不到吧？小梁，1、2、3，3分。因为他最近是话题人物啊，我想说这个联想力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为什么要说子红老师呢？你们的尊重呢？我不要分数，谁呀？为什么小梁不要分数？为何？为何你不要分数？你不想要参与吗？我好难过。我举手呀，我好难过。尊重等于零。高雄人，那不是只有一个影片是说高雄的吗？高雄人，嗯。我很喜欢你哦，可以跟我在一起吗？你有参加？你参加什么？不要分数。哎、欸，我曾经是他的粉丝哎，因为我觉得他的影片很好笑，我都喜欢那种很神奇的影片。好哟，你想一下，你真的不要分数啊！你不要分数的话，我们就让给下一个顺位猜到邓家华的人。不要说。以前很喜欢学他哎，好哟，下一题常规题，1分1分，我们在最后五题，最后五题又差不多了，最后五题，简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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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下一题简单的哦，倒数15秒，计时开始。你可以不拿呀，没关系，这样应该很多人会想要那个分数。OK， 简单的，飞题1分。来哟，三个字，简单的，三个字，5、4、3、2、1，大量高雄人5分钟抵达战场，哈哈哈哈，他的影片被下架了，对，体重计，没错，简单的，有没有觉得开始有一种有希望的感觉？是乌诺先的，乌诺。李梦辰，哇，截图给某某前辈看，说九蛋说他50公斤，哎，人家瘦很多嘞，人家瘦很多人这样说。我们的乌诺先生终于拿下来了，乌诺1分。最后4题，倒数4题，再一个常规题，常规题可以多一点，然后最后一题给你们报加，报加报报加。什么简单一些的？简单的。都好难哦，不过还好。接下来这一题是4个字，好，我要准备画了哟，准备画了，5、4、3、2、1，4个字，有猜到有2个答案，有猜到任何一个都可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东西。好的好的，最后一题50分，那前面那些人是白努力了是不是？好哟，最后一题啊，不是的，第二题，5、4、3、2、1，4个字。火影人
人者，漩涡鸣人都可以。四个字，然后跟我说鸣人。对，火影忍者也行，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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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乌诺拿下一分，你们不要让他如果获胜了，我会很生气。漩涡鸣人可以，火影忍者可以，就是慢了些，有些人网速可能比较慢，对不对？乌诺一分，像乌诺，现在大会快报，大会快报，最后倒数三题，目前比数是古早味两分，许阿北两分，晴天三分，乐乐师三分，小梁三分，乌诺两分。好的，最后三题，第三题是什么呢？第三题是，第三题给一个成语好了。成语加两分，成语，好，这题两分吗？两分好了，这题两分，这题两分。来，我倒数五、四、三、二、一。这一题是我刚好想到的，这一题两分，隔了一个还有差，帮大家加油吗？没关系，小熊熊，如果你有说到就是你们那边的讲法的话，我可以给你，就是可以给你对，因为本来就是用法会不同嘛，对不对？只要我猜到就可以。好哦，这一题是一个成语，四个字，五、四、三、二、一，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成语。未知图腾，没有，这不会出镜，这个没有出镜，不是，没有，不是那个意思，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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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看到题目，好不好？一箭穿心，不是脏脏的，是干净的，是干净的，它是一个成语，好吗？成语，一箭穿，不是左右逢源，不是。成语不是双管齐下，不对，锦鲤之后你也出过了啦，不是，关锦葵一点，不是。他妈，再猜三个错，我就跟你们提示，这是什么蛙格？这是什么蛙格？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可以色色，没有，不是，这不是色色的，好不好？一个成语。这两个可以，这不是成语，谢谢。串吉星，请问串吉星是成语吗？不是一箭穿心，不是心好，我就会画一个心，这不是心脏啊。这个是什么？都没有人猜到，那我就给提示哦。这个提示是刚刚有一个人说到，看一下哦。这个东西是猜对的，这个东西是猜对的，这是管是对的，很明显吧？很明显吧？不是双管齐下，不是，它没有两个管，机车龙头飙车了，哈喽，这是管没错，然后它们两个交叉了，你们看到它交叉了，就是叠在，就是交叉的放这样。是什么？不是一个管，这是管子，然后他们交叉放，这是什么东西？这一题对啦，管道之交啦，乐乐，你们猜不到是不是太夸张了？Hello， 管
你的掌声鼓励。管鲍之交是什么？就是管鲍之交，就是叫什么？可以叫生死之交吗？它可以等同于生死之交吗？这不是开车，我就说，不然你要怎么画？不然你告诉我管鲍之交怎么画？你要画两个古人，然后这样子吗？合手吗？这样子吗？当然不可能啊！乐乐乐师再拿下两分，他已经五分了。我不知道这成语啊，还说没有色色，直接太色，这是成语。Hello, everybody, 乐乐指定啦，没关系，小梁，我跟你说，最后一题会有一个大大爆加分的一题，大爆加分哦，大爆，真的是大爆加分，所以，在最倒数第二题，一题常规题，好不好？常规题。常规题，所以请大家到最要到最后运动加精神，因为最后一题通常不会是太难的东西。再来，这一题是什么？这一题是好，十五秒好像不太能画这个耶。好吧，这一题简单一点好了，我决定。这题是真的简单，来哟，倒数十五秒，五四三二一。我还可以慢慢画嘞，因为这太简单了。慢慢画，简单的。不惑老林说管中跟鲍叔牙跟音乐没有关系吧？没有音乐关系，你说这个音乐吗？还是说刚刚我画的好像也没有音乐啊，就只是一个谐也联想题。这一题简单的，不用跟你们说几个字。来，手速五四三二一，简单。刚刚不是一起公布的配乐吗？对，包子。为什么你们的手都没有乌诺快？乌诺，你手有时候不要太快哦，会让人家看破手脚的。乌诺再拿下一分。好的，我们来到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呢，请大家不要气馁，因为我知道有时候落差比较大一点点，分数落差比较大哦。那这一题我们加，现在目前比数是孤早味两分，阿北两分，晴天三分，乐乐乐十五分。小梁三分，乌诺三分。这时候我们来提加分题，五分直接给你，五分六分直接给你，对，六分直接给你，还是五分啊？因为六分的话有点像前面的努力被白费掉了。五十分，发疯是不是？包子会发光，对啊，可爱吧？还有时间可以画，你可以猜永泽，然后就被扣分这样子。最后一题几分？五十分吗？可是这样前面的人都会白费被努力了耶，一百万分，好哦，我可以先别想题目，这一题算是手速题吧，手速题，然后尽量简单一点，玩得开心就好嘛，真的吗？我怕他说前面的人被白费掉了耶，手速哥来了，好，我想一下，这一题要什么？这一题就不计时了，我是觉得没差嘛。好，那就下一百万分，一百万分来啦！接下来这一题猜不到就按叉叉，谢谢。这一题好，来简单的哦。最后一题献给你们，手速哦，
100万分可以分期分期给吗？当然不行，要一次用完。如果这样的话，每次就宣布老公获胜就可以了。100万分，麻烦难一点吗？难一点是不是？你确定呢？来，没关系，这题是真的是我先给你们预告，先把那个键盘拿出来。金人晚安，等一下，手速哦，好，手速。这是白板，对，这是白板。5、4、3、2、1，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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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不好？欧乐 B， 欧乐 B 不能这样，这样他们不用玩了。这样他们哎、欸，哪有中位看先猜了？这个，这个哎、欸，那怎么算？这怎么算？哎、欸，这边是我放监视器啊。欧乐 B 是不是每次都看着我在那个，就是这个在房间的情况，然后监视我在干什么？这个画有点像皮卡丘发抖的样子。你是说不管是什么样形状都是皮卡丘吗？还没开始猜啊，开始猜才算，怎么办？海底捞月吗？海底捞月，没玩宝可梦吗？哦，东粉跟你说一下，东粉，因为我的粉丝名字叫果然我，所以你会看到，就是我先把翻那个荧幕翻转过来，我的那个就是很多人前面会有一个粉色的马甲的东西，上面写果然我，就是粉丝的名字，所以跟你说没关系，我们不定期会举办这个叫什么你画我猜的游戏，所以不是最后一次，之后可以再常常来，可以赌一下看不可以玩，因为每一次的奖励几乎是都不太一样的，所以对，恭喜乌诺啊，乌诺跟笑笑加赛一题怎么样？真的吗？可以哦，可以哦，我看一下，笑笑让我了，来来来，你们自己讲好吧，你们自己讲好，你们要加赛一题。公平起见加赛一题，还是笑笑想要大发慈悲的让还是你想要大发慈悲的让乌诺？按照规则还是乌诺？好，没问题，你们自己协调好就好了，只是希望你们两个都有取得一样的共识。 OK， 看大家都玩得好开，小熊今天怎么都没有参加啊？我在想说什么都没有看到小熊熊留言。谢谢笑笑，我请你喝麦香奶茶，你们还要见面就对了。好好好，所以是我们的乌诺得到冠军，请登上卫冕者宝座。好的，那现在你可以先想一下，到我下播前可以先想一下，你会来公演对不对？谢谢小杨的掌声鼓励，你会来公演的话，你可以先想一个。是任何任意，比如说鬼脸，可是鬼脸应该看不到。如果你做山顶，可以想一个姿势，然后告诉我你的位置在哪里，我就对那个地方比。然后至于在什么歌的话，我不告诉你，因为这样你才可以专心的看我表演。啊，怎么样？很棒吧？我只看到你这自信得意的表情，就觉得是果然我可以讲说粉丝太了解我们，好像不是一件好事。我下次不要这么好猜，可恶，可恶的东西啊！我下次就画一条欧乐鼻。那我可以握手会指定嗡嗡讲某 A 某 A 猪，可以。如果乐乐乐是获胜的话，不过我觉得如果乐乐来的话，我应该也会做某 A 某 A 猪给他，是多没有原则一个人。有得分的都可以指，哎、欸，太多了，这个得分有6个人呢、欸，我每个人都指定不一样的，我应该记不起来，我舞蹈都忘光光。我已经写了指定上面啊，你指定什么？我看一下，100万03分第一名，我要现场跳我的骨盆最端正，我这也太困难了吧？好，我的骨盆最端正。乌诺写一下，我安排一下好不好？安排一下哪一首歌比较适合出现？我
我的骨盆最端正，公演，把它表白在这边。好，我等一下来安排一下。所以在公演那一天，如果有来的话，应该都可以看到啦。其实，但我应该会对着乌诺方向。你可以告诉我你坐哪里？其实，你这样会不会被出镜？如果被出镜，就算你的咯。这还有什么吗？不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大家好，没有啦。我再告诉你，好不好？我再告诉我，应该说我会自己安排一下在什么时机出现。所以，请你务必要好好的看着我哟。那我们现在来台语小教室，台语小教室，爱台语，台语小教室，爱台语。台语小教室，台语小教室，啦啦啦啦啦，哒哒哒哒，哆哆哆。哒哒哒哒哒。好，我已经想好题目了。这个每次的是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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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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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的台语小教室要开课咯，大家上学了，上学了。我们今天的课程要教什么呢？今天要教这个叫做嗡嗡喝水，嗡嗡给我倒水，嗡嗡。洛璃嗡嗡今天忘记倒水了，紧紧张张的，不过我准备下播，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哦。谢谢洛璃。我们接下来教什么呢？这个叫做偷窥魔，偷窥魔，刚刚的欧乐比就是偷窥魔。我们来讲一下偷窥魔的台语叫什么？叫做偷逼魔，偷逼魔，偷逼魔。造句：我今仔日伫咧我的直播间耍嘿，我画你猜的游戏，游戏，我拢。诶，画无画图，迄粉丝诶，有人去过的朋友就猜中我的题目，我实在是看拢无，我怀疑伊是偷逼魔，偷逼魔，偷逼魔，偷鼻毛，对，谐音偷。你们想着，如果不会念偷窥魔的话。就想着那个偷窥魔把鼻毛掏出来，用鼻毛监视你，所以叫做掏鼻毛，掏鼻魔 ，OK 好吗？掏鼻魔，没错，摸摸掏鼻毛，掏鼻魔 ，OK OK。那我们要把这个写进课纲里面，我们的课纲，掏鼻魔。现在的单词其实还累积的不够多，所以考试的话可能不会这么快，就才几个而已。掏鼻膜，掏鼻膜，好。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念榜，掏鼻什么啦？你们对我教的台语很有意见呢？你们你们那么你厉害，你搞自己来搞，
奇怪呢，奇奇怪怪呢，我开一个课堂。谢谢今天的真情告白，还是今天对我温柔。我想说，我开快，我开一个课，就这么久，啊，恁拢无学好好学，拢伫咧诶下面学白讲话，诶，讲迄老师拢学白教。啊，我是台语的小天使呢，奇怪，我讲的就好听的，啊，拢你拢讲迄无是。无好听的话哦，汪汪念榜记得重整吗？好，今天我没有水，今天我等一下下播再喝。我今天已经播多久啊？我从几点播？九点半。哎，我播两个小时哎，其实我播两个小时，我重整一下哟。今天要念榜，这个本场榜，等等呀，等等呀。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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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吗？蛋奶哦，蛋奶哦，是哪一个啊？我突然一个忘记不会。今天有参与比赛，好难的第25名，他的名字一直改到回忆战士，说结束了，到底为什么呢？第24名是不当截图的，是什么兔吗？啊，兔。到底为什么都要改名字的兔兔啊？每一次的名字都每次不一样。第23名是店长，你的弟弟今天没有来，一个一个，另外一个又来，他们是不是说好？22名是小梁，奇怪，为什么你要让分数？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来公演，所以这样讲，千万不要把你的分数轻易让给其他人。哎，今天你还没有写我侧脸的美照。21名是这个是慧香，今天都没有看到慧香留言，奇怪，为什么今天特别忙？20名是小熊熊，他非常害羞，不想跟大家竞争这个游戏，因为他一出手就会拿下冠军。19名是龙凤阿翔，是新朋友，可惜太晚进来，我们已经玩了很久游戏，但是结束才看到您。18名是绿哥，绿哥今天很收敛，因为 UNO 非常的吵，而且我以为今天整场都会遭受你们攻击。17名是莫名其妙就拿到冠军的 UNO， 他本来前面都猜不到半个，我以为是你跟我认识不够久，心没有灵犀。16名是偷薪水的查查，他没有办法参与游戏。记得上次他拿冠军的时候，给他了一个特别的口白，所以我决定下次
也不要这么用。第十五名是菲菲。我发现菲菲她这几次很快就离开直播间，不知道为什么。啊、第十四名是柠檬、啊，她今天好像没有玩游戏，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花了大笨钟的熊熊啊，是算命是小傲香，今天很早来，但是我没有招呼你，因为我倒是还没有开机，希望你能谅解。第十二名是阿北，天哪，他今天前面的表现实在让我惊艳，你看看这几个粉丝其实都很聪明，他这几次的游戏你们想都别想，浑水摸鱼度过啦。第十一名是杨公公，哎，杨公公，哦，是我闹钟的声音耶，我听到都好好烦躁啊，好烦躁哦，天哪。第十一名的杨公公今天还是依然的活泼卖力，不过还是在水面上浮着都没有说话。第十名是 Boshi， 哎，奇怪，今天 Boshi 的战斗力怎么这么低？第九名是辅维，哎，辅维跟我打完招呼，整个人就消失去了，我猜是被欧乐 B 抓去，不知道做什么勾当。第八名是黑流星。黑流星今天很压抑，都没有说，只有在我刚迟到进来，结果后来奇怪。第七名是钟颖，今天没有参与游戏，不过我想以他的个性，他就只有默默偷听。第六名是狗狗，好可爱的狗狗，今天疑似你的朋友虎头又来看直播间，还是其实你们两个是同一个人？第五名是摸摸，懵懵，你是懵懵，哎，奇怪，我们刚刚学的台语小教室的魔就叫摸，所以你是摸摸也是摸摸。第四名是提悟，哦哦哦，哎，提悟好像没有待到最后，上次看到他是第三名，第三天前才对，第三名是我。第三名是花生，花生已经睡了吗？怎么都没有看到你跑出来说一句话的，也没有参与游戏。第二名是晴天，我的灵魂伴侣，画了很难的，他总是可以一看就懂，果然没有枉费你取这个名字。第一名是气球口味的洛梨，洛梨气球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呢？还是下一次洛梨的名字就取叫做塑胶洛梨？ Oh my god， 塑胶吃起来应该很素吧，很莫名其妙。明天刀剑剧场版上啊，是明天上是不是？刀剑我只看到幽灵子弹，后面都没有看。谢谢洛璃，不离不弃。对，这气球口味到底是什么概念？吃起来很感觉柴柴的，下次试试看再告诉你们啊。我知道为什么你要戴气球口味的了，因为我的帽子，对不对？因为我上次的帽子是我和宝的城堡，为带你去流量升级体验升啊，它可以提升其他的就是那种礼物的那叫什么经验值之类的吗？洛璃，我知道你是为了不想要让我就是在那个叫什么榜上念榜之前，然后念你这方面，所以你才会总是会在就是我念完榜才送。我知道洛璃你的用心良苦，但是
但是还是希望就是可以能省则省之类的，因为礼物蛮贵的。礼物刚刚看到那个感觉就超贵的，所以我其实不了解，我只知道火箭真的很贵，然后其他的就这种动画比较久也都很贵，虽然我不知道它价值是怎么样，但还是天哪，突然没声音，吓死，以为主播倒了是吧？是吧？嘴巴闭起来，苍蝇要飞进去了，因为送的很突然啊，因为我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会受宠若惊，应该是这样说。哎，我刚刚讲什么？我刚刚讲什么？我说哦，我说气球是因为上次的帽子的关系，对不对？1000台很贵耶，1000台币我可以做很多事，1000台币我可以去吃 Mocha Paradise， 好，可以去干嘛？可以去吃好多好吃的，吃串串，吃串烧，去居酒屋，去很多事情哎，其实很贵啊，好不好？就这样一送完几秒钟的东西就没有了。今天半价，这个城堡很美吗？是不是那个你们说那个在我上播以前九点以前礼物半价，所以你才买的，是吗？要为我们以后的孩子存奶粉钱，奶粉很贵的。天哪，真的养小孩至少好像要花100万-200万才养得起这个小孩，听说是这样子一个数据显示。乌诺说：“嗡嗡要去台中跟嗡嗡安安吃一篮吗？请问我去台中，我为什么要挑一个台北有的店去吃？我可以去吃台中特有的东西啊，我可以吃庆，没事，吃庆，可以看公演，可以对，可以看公演，没错，1000块可以看公演，所以我还是希望到时候是洛璃来找我，对。”我觉得比起这样子的话，1000块可以吃，对，吃烧肉吃到饱，吃茶叉跟乌叉，不是乌诺哟。汪汪觉得李梦纯天堂好吃吗？李梦纯天，哦 ，Mocha Paradise 吗？我很爱、欸。我其实如果想不到要吃什么吃到饱，就是那时候可能整天没吃东西，吃一顿吃到饱，其实算蛮划得来的。我就会挑首选 Mocha Paradise， 就是它的肉让我蛮喜欢的。你们觉得好吃吗？我觉得我给他90分，算蛮高的吧，算蛮高的。好哟，我要去看窝窝公演吗？欢迎欢迎欢迎，可以来看我们公演。其实真的被关久了，大家应该都报复性的来看公演。希望到时候可以好好的认识阿翔，就不会打枪的安全餐厅。对，而且重点是我觉得食材新鲜与否很重要。食材不新鲜的话，它就算肉再好吃，我也不会想去，因为我有时候吃完就是肚子会怪怪的，你知道吗？好的，其实我有最推的火锅店啦，我最推的，可是我觉得我讲话很常，我如果讲的话，你们应该去那个店就会常常遇到我，所以我还是先不要讲好了，我还是先不要讲好了，好恐怖哦，怕爆！等3周年看嗡嗡了吗？你要到3周年是不是？那到时候我们要见面哦。我们到时候我想要握小梁的腿，你就举起你的腿，说来嗡嗡握手，然后我就这样子。吴诺说嗡觉得鬼精棒辣吗？不辣，没有鬼精棒可以选辣度啊。鬼精棒你可以选微辣，我觉得没有很辣哎、欸，其实。庆记配海边套房吗？肉粽，哎、欸，不要乱讲话，这边可能有台中人哦，你等一下就被抓走了，被消失了。刀剑剧场版第一季看过的话，就可以去看了，我会去哦。所以它是延续第一季之后的故事吗？那我一定会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定会，因为第一季实在太神了。我跟你说，刀剑第一季之后就是真的还好，第一季真的不好爱哦，我还是好喜欢哦。我们今天先可爱3连拍好吗？可爱3连拍94，我今天播2个小时，刚好可爱3连拍，可爱3连拍，可爱3连拍，一，萌秀来了，二。三，有没有卡哇伊？萌秀配上卡哇伊的 face， 超级卡哇伊的哟。
遇到你，我觉得会，我觉得会，我觉得1000%会遇到我，因为我去那一家少说10次了，真的，我真的太爱了。谢谢洛里的掌声鼓励跟小小熊的 kiss 啾啾。第一季真的，对啊，第一季，可是后面的话，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第一季真的很好看，然后第二季之后的，就是编剧，我不知道，就是整个给你的经验的感觉没有像第一次吧，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原因，很常都这样子，你知道？我要存钱去3周年了，当然3周年见喽，到时候3周年是全新的表演啦。如果真的有，对啊，三周年来，我觉得蛮值得。reset 的话看过的话，其实可以就斟酌一下齁，老实讲，我应该只能去握手会吗？冬粉没关系，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你可以告诉你是冬粉，你可以拿一包那个某一家龙叉的冬粉给我说，我是这个。我是这个，算是送我的礼物这样。你够啰，谁给你握脚？那你得给我握啦。等一下，米嘉乐又要高潮了，我不能给他看到太久，你知道？除非他等一下继续去找 VOD 定格。你还没有跳一秒一秒，我就说一秒一秒越好，我不会跳全部了，好不好？大家都不会跳，奇怪。为什么前面都很可爱，最后却变质了？因为这就跟我们的爱一样，到最后都变质了。送给你。乐乐说还以为是可爱，最后一张又回来原本，因为发现怎么做都一样啊，怎么做都，我记得我之前做过这个表情了，所以做过这个动作了啦。好哟好哟，我来看一下最后的留言。我现在放一下音乐好了，看你们跟我分享一些什么。我有点想 cover， 等到那个花街的刀剑出来之后，我有点想 cover 演呢、欸。你知道，我想跟你们讲，我之前在被休息的时间，刚好出了大哥的电影版，就是《无限列车篇》的电影版。其实，在第一天还第二天，我就学会唱这首歌。我那时候想说啊，想发，可是因为我在休息期间，所以发不了东西，你知道吗？一过去就是好几个月了，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发，所以可能等到花街之后再唱一次吧。花街出来之前，应该就会有点搜，就是热搜度之类，或是大家在想起哦，《鬼灭之刃》这东西，因为现在大家应该忘记了吧？我想遇到你，我就请你吃一盘海鲜，你可以请我吃10盘海鲜，我会比较开心。我就说，你可以进来说，你不是窝窝吗？哦，对啊，我是啊，来，坐，来，坐，然后给你看菜单，我要这个，我全部都要。可是我觉得幽灵子弹好看吗？查查，我幽灵子弹没有看完，我看了前面，我觉得好像还好，可能是因为第一季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定型了，我又要超越它有点困难，所以后来我有点没耐心，就没有看完了。其实我记得有说3周年一些资讯，1月还2月吧，总之应该也是明年的事情了。所以好的，你真的要拿冬粉来就对了，你可以贴，你可以穿冬粉装。就是在衣服上贴满冬粉，这样我就知道你是冬粉了。那我不就要穿XX房屋的服装去看公演吗？你可以穿，你可以贴满 UNO 牌，你把 UNO 牌拆开之后贴成一件衣服，这样子我会比较开心一点。睡觉去，拜拜。补档贼到吐的兔兔晚安。古早我也跟大家分享说，网友这样评论：刀剑是新的神社角的剧情，加速是新的剧情角的人设，市场证明人设比较好卖吗？我想想哦，其实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市场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剧情如果写得好的话，它会带动大家对人设的好感度吧。假设今天这个剧很好看，你就会想说，就是这个角色，应该说剧跟角色应该是会有相连性的，所以它应该会带动人设的，就是推动，带动人设的推动。可是如果只有人设成功的话，我觉得这部剧不值得我看。就像是我很不想赞，但是我觉得《鬼灭》有点像是人设成功的一部动漫，但它剧情真的就是很，在我这边我没有给60分，我可能给50分吧。谢谢剑骨的红玫瑰，知道吗？所以
计划通，米加乐你自取，你跟米加乐是一国的吗？可是我刚刚闪了大概几秒钟，他连看都没有看到，你知道吗？蒙秀就让我的心跳加速了。那这样米加乐，我跟你说，你就不要再追求那女孩了，你追求我吧，我的桃花树我折了一颗。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所以大哥输了吗？不是，所以大哥没有。你要我认真的分析吗？他没有输，然后我就被出镜了，太棒了！如果哪天米加乐惹我不开心，然后我积怨已久的话，我就会这么做，我就会技术性的跟波乐一起唱。我之前有听过波乐唱的版本啊，然后我后来就萎缩了，我想说好吧，不发是正确的。大哥没输，怎么会忘郭友篇正在播啊？是那个啊剧叫什么？那个影集吗？是影集对不对？就是大哥的那个无限列车之前的。那我还是继续追他了，你追我比较划算，追我比较划算。嗡嗡的版本应该也很，我不这么觉得耶。其实，因为我跟 Lisa 的声音性质差蛮多的，我觉得 Bella 可能还比较像 Lisa 一点点。所以我其实有上网查一下 Lisa 她的声音解剖析是什么，然后后来想想，我可能没有办法，可能要花一段时间才可以做到。就如果叫我唱強くなれる，可能就不太行。没问题呀、啊，你说要我就点给你就好，我去边边吃，因为你怕我到时候拍照说你跟风我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我是可以学一下 Lisa 吗？你说哪一个 Lisa？我要怎么学他啦？你说声音吗？強く，哎，不行，是我的声音啊，这是我自己的声音。我是原作小说先看，才看到他动画化，所以有一种看孩子长大的感。哦，你是小轻小说的哦。其实轻小说我看不太习惯哎，所以如果你跟我说推的话，我可能会很好奇，说他的文字是不是写的像动画一样这么的。就是让人家有点现在在看剧的感觉，幻想感满满。看来握手会当天翁那边应该是 cos 聚集地的，因为我的要求你就不用 cos， 你知道吗？小梁，你就 cos 你自己就好，你只要露出你白皙的腿，我就死而无憾。我今天还看不够你耶，今天你每天都看不够我啊，你可以每天醒来都看到我。把手机摆在旁边这样子，然后亮着，早上醒来就看着手机问我早安。我想看，加速真的很神欸，看川原就忙着写刀剑，说加速世界吗？刀剑偶像式的人设确实比加速好卖很多。刀剑其实成功的点我觉得应该是整个欸，他让我觉得说他的人设，除了人设以外，剧情也是一个让我会一直想要去细细回味的点吧。人设倒还好，因为我没有特别喜欢 Kirito 跟就是阿斯纳，没有，我完全没有喜欢，或是他周边，我可能还比较喜欢他周边的一些小角色，两个太正气太正义了，就是太正常了，我就没有很喜欢其实。大哥输得起，加速的男主角刚登场的时候就被骂过好多次，你说废柴吗？其实我没有看加速世界耶，我只有看刀剑，因为刀剑那时候就够追了。其实追求你会被出镜，我应该很适合唱 FIR 的歌，很高很嘹亮。 FIR 我唱过啊，我们唱完再下播。我们唱完再下播。刚刚欧乐 B 说了我们的爱，诶，这边有耶，这个水其实好像是前天还大前天的，应该可以喝吧。雕塑修复，欧乐 B 说的发光 ，Number One 小棕瓶只在雅诗兰黛。今晚可以听听看，我想来点韩式。我记得我以前很爱唱 FIR 的歌，乌诺都错过了，你都巧妙的错过了。谢谢欧乐 B 的掌声鼓励。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
云都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原来啊永远不再哭泣。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直到现在放不开最后的温暖，啊，你给的比较晚上班吗？还是怎么样？谢谢陆来的掌声鼓励，陆来。哎，我没有喝水，差好多，有一个卡痰的声音。谢谢冬粉送的小鸡蹦蹦跟杨公公的掌声鼓励。OK， 我们要准备下播了。还有中英的掌声鼓励，沈慧唱，你太吹捧我了啦，太吹捧我了。我其实很想要学学看 Lisa 的这种唱法，我有稍微去研究过了，看看能不能做到了。如果能做到的话，我就可以省一笔钱去进修，但我应该没办法啦。其实谢谢小熊熊的掌声鼓励。
我有一狗票的补休跟年，你可以把你的补休跟年假都送给我，你可以跟我约会，其实可以再唱一首你的微，你的微笑我不熟哎、欸，你这首歌我没有到很熟，因为它比较早期一点点。我看一下哦，对啊，这首下次唱给你听好不好？我稍微听一下，我还有两首歌欠着呢，我现在实在压力大的嘞，大的嘞，你的微笑，哎，这个等一下哦，拜托，他长什么样子啊？我也忘记啊，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心中围绕，别人都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是吗？是吗？我不太熟。快歌是不是？晚来的掌声没关系，掌声什么时候都不嫌晚。二号彩勾勾出现了。唱出你的味道，这一秒有种感觉，甜蜜的发酵，一转眼那的知道，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是年生传来的暗号，太多的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教，把爱紧紧抓牢，这一秒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心中围绕，别人都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我的微笑就很好，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拥抱地球闪耀，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神魂颠倒，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我只有副歌会而已啦，前面不太行。这首是开启 FIR 的爆红，是不是？我需要练习一下主歌啦，真的很不容易，还要一转。我再挑战一次好不好？我练习一下。这首真的很难唱。对，我感觉到了，狂转，转到天都黑了。哪里？把爱轻轻抓牢，这一秒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哪里？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心中微笑，别人都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拥抱着地球闪耀，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神魂颠倒，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我练一下好不好？下次再唱给你听，今天不太行，不太熟，主歌不太熟。他真的很会唱，会红不是没。我觉得他很会唱以外，虽然他们的歌真的都很抓耳，而且很耐听，又很有深度，你知道吗？就是太完美，我觉得完美，我没有其他可以讲，你知道。转过去的就是 FIR， 转不过去就是 RR， 我刚应该是 RR 吧？好哟，好。下次唱，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大概下个礼拜就可以产出。不过那两首歌的话，我会一直记着，我会一直每次提醒自己，我会想起来这件事情，所以我先写一下好了。你的微笑，我最近其实在研究那个唱歌方法是 SLS 唱法，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上网查一下 SLS 唱法。这个东西网上有教材，你们可以看一下。如果对唱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稍微摸索一下，说不定会有一点头绪。我现在也在稍微的研究啦，但我觉得他跟我想，就是你看了这个教材，觉得哦，我好像很懂哎，就发现自己做起来好像没这么容易，你知道吗？对啊，真的吗？我觉得很糟哎，刚刚是成或是 RRR 了，其实
我说我那一首，你说下辈子别做女人吗？我知道这件事，我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过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练习，我有听，不过不太会唱。所以我还欠着你，我今年以前会把它送给你，好吗 ？Love you， 好吗 ？Love you， 好吗 ？Love you。OK， 下播。哎，我要跨日了，不行，不能跨日啊，不能跨日，不能跨日。两分钟怎么办？我要跨吗？不跨，拜拜，下播。李乌诺说。既然都要跨日了，为何不跨日？因为乌诺说为何不跨日，那我就不跨日。拜拜，摸摸，晚安，大家晚安。我就不跨，我偏不跨。晚安，晚安，晚安。性感担当，晚安，晚安。等一下，你们真的是要吗？真的要跨吗？我可以讲晚安两分钟啊。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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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车眼担当，晚安。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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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一分钟，好了，一分钟，我要说一分钟的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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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晚安之歌？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晚安，晚安，好想听你说声晚安，晚安，晚安，还是一样想念你，晚安。你会不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可以下播了吗？还没有一分钟，一分钟，可恶！有一种我不是周家湾，好不好？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周家湾，周家晚安，晚安，一分钟。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熊妹生日，我有跟她说生日快乐，放心，柠檬儿不用担心，她是我的塑料姐妹，所以不会少的。谢谢乌诺的超级购物星跟晴天的 Sing a Song， 晚安大家，赶快去睡觉，拜拜，爱你们，想我哟，拜拜，晚安，晚安，晚安，嘉华说晚安，拜拜。